高义，他根本就是一个不定时炸弹，什么时候会引爆，没有人知道。一个有案底的人想要改过自新，也不是没有这样的案例。如果他根本就没有把影片给别人呢？或许他为了自保已经删除了，那也要找到他删掉的证据啊！你可不要因为跟那些小鬼有了感情，就忘了你当初是为什么进这个学校的。每周六晚间10点 ，TVBS 欢乐台42频道《翻墙的记忆》。